那金丝花其实已经满一年了，根据统计，全台已经受理超过2700件，其中上常看到是通信骚扰，被害人有90%拢是女性。不过警方嘛强调，经过书面告解了后，有超过80%并不搁再犯。我若跟你回去时，我会绝对搁再找伊。要求要复核无成功，依然这个查甫人走进情报台所在，一直小调调，一个一直敲电话。半暝一直接到短信，连续收到上千条。一个女子被身份人骚扰，规工拢提心吊胆。像这种案件，逐工拢伫咧发生，拢已经违反军事法。甚至都伫咧去年6月实施，全国已经受理2724件，90%的被害人拢是女性。伊那常常看到的军事行为前三名，分别是通信骚扰、低调调，一个监视观察。伫军事法实施满一年了，警方分析。因为书面的告解了，加害人有超过80%未再犯。如果是属于理性的行为人，他知道第一个这个行为已经有法在做规范，他就会调整自己的这个行为。伊那伫形态比例部分，一般的公诉案件，包括网友同事之间的骚扰类型，有超过50%。要唔过，那家针对着家庭成员甲伴侣的家暴公诉案件。就到1161件，占42%。另外，正大比例是来自亲密关系人。妇女团队也讲，这里面一定要有恶数。他可能有威胁他，让他知道说，被害人他去向公权力或是去对外求助，可能会有什么后果，有可能会牵连到周边的亲朋好友啦。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。军事法实施都将满一年，妇女团队强调，初步看起来成效是未歹。但是，亲像是军事保护令的审理一个合法，相关案件正列司法程序了，承载率一个量刑，拢是因继续关心的焦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